地方法院就是现在新北的地方法院，让土地管理人跟同意土地管理人跟土地前科成立移转设人工土地所有权的这个诉讼上和解，就不会衍生后面的。然后后来呢，那个就是台北地方法院又被骗了，所以呢才导致后面土地倒卖得逞，所以说元凶是政府，而不是后面的那些人，那些人只是捡到便宜了。 那我们就在守在这里。我都找出所有，我比，因为那个法院他们可能只看，如果是刑事诉讼，他们就只看这方面这刑事方面的争议，民事就看民事方面的争议，然后行政方面就看行政方面的争议。他没有全盘了解，可是因为我被告，所以我才会有，谁会想要去看裁判书啊？我是因为我被告，所以我才8年多来不断的读裁判书做笔记，然后做分析，我才知道我可以还原整个倒卖真相。可是呢？ 要怎么解决？我没有公权力啊，而且我们的法律规定我也不是那么熟啊。审查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先制定国家破迁安置与重建法，在此之前，所有刑事的破迁都应该暂停。我再念一遍第39条，审查委员会建议。 政府应先制定国家破迁安置与重建法，在此之前，所有刑事的破迁都应该暂停。我希望法院今天的执法人员能够听得到，我希望新北市政府的警察，你们能够听得到。 在座大家拢有厝有家庭的人，家己注意看，这毋是阮个人的代志尔，有足侪家庭啊，佮有足侪代志发生的，毋是干阮的尔。希望恁爱公道，即代都出来斗三工，对吧？阮听着啊，佮有恁别人啊，佮有足侪人啊袂听的，毋是干阮的尔。吴国人足侪足侪，通台湾省足侪，毋是干阮的尔。朱立伦伊甲阮讲哦，伊要选举进程，甲阮讲哦，讲要甲阮斗三工。 他们要个谁都能够去做中等等啊，赶快都把公家处理好谁？结果没敢上供，他们要这个土地的干嘛？他们要做公益的事情吗？不是啊，他们只是要盖豪宅啊，这样我们当然不服气啊。那我们认为要谁是造成这个土地被倒卖的元凶，他们就要出来负责。首先就是三重市公所，有本事他们去三重市公所嘛。然后那个板桥地方法院，他难道不知道吗？管理人没有权把土地移转给别人吗？那好吧，要拆就拆。 台新北地方法院好了啊。
土地法四十三条又规定土地登记有绝对之效力，所以在民法跟土地法两个法的一个严格的规定之下，严格规定之下，土地的买卖啊，土地的处分，我们的相关政府机关本来就要进行实质严格的审查，否则一经登记之后，马上发生物权变动的一个效应。像今天我们后面的这一栋的房子啊，它现在就是因为土地登记的一个问题而必须要被拆除，所以我们要问当初政府在进行土地产权移转登记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实质的详细的缜密的去进行审查。三名那个开放两栋两户叫，请问水电是否开车的？有那个我们经过工人刚正在回报，现在目前接触到林国荣隔壁哦，好，林国荣133这个案件，133闹自杀，这个是这样的吧？我不是啦，我站老黑是141啦。你嘛是二楼一塔地，一塔地，这个。消防队，谢谢你们，把证据灭失了，恭喜你们达成任务。